怎么样，有头绪了吗？似乎已经摸到了一些关键。我将父亲以前说过的关键数字对比梅板法币的成色，逐一尝试算出正确特别添加料的效果与比例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正确的调配比例。太好了。中村组长，你不必心仪，她是我的女儿。啊、哦，请多关照。非常感谢岩井先生的招待，中村先行告退。啊、哦，哎，这么早干嘛？告辞了。啊。不用理会，他只是个小帮会，白龙组的组头。帮会，爸爸，他们可都是些唯利是图的人，完全不可信。他是什么德性，爸爸自然清楚。不过有的时候，他们做事比我们出面效果更好。帮会渗透也是我们东亚圣战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可轻视啊。嗯，收假了。怎么，徐熙，你来这里找爸爸一定有什么好消息吧？爸爸真是料事如神呢、啊、哦，油墨调配成功了吗？都是奇文的功劳。爸爸，新版油墨已经调配成功，第一批样品经过检验，除了编码，绝对可以以假乱真。非常好啊！不过还需要投放市场，经过测试才行。正好，白龙组可以成为最好的实验对象。爸爸，既然伪钞已经印制成功，那么奇文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？来源，如今金钱豹计划启动在即，他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必须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中。车的不是鬼子兵，都是日本浪人。别管那么多了，咱们先看看车上装的啥东西。啊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多钱啊！哎呀，怎么样？看出什么问题没有？雕版无懈可击。油墨的颜色也分毫不差。要说分辨，除了纸质手感有些差别，编码有些模糊不清外，剩下的几乎可以乱真。不错，这就是刚刚流入市场的伪钞，多数是小面额的，看到没有？经过专门的翻旧处理。看来日本人已经破解了新版法币的油墨配比。看来日本人的金钱豹计划终于要实施了。日本军部行事向来谨慎，
这次流入市场的伪钞量也很小，可能是进行实际效果测验。我们必须趁早找到日本人流入市场的伪钞源头，切断他们的供应渠道。那现在有什么线索？经过调查，最先流出这些伪钞的居然是一个本地的抗日民间团体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很纳闷，这是一个名为抗日铁血兄弟会的本地民间组织，他的头目全哥曾经是国民党序列中的一名排长，因为不满意128上峰的撤退命令，带领手下的兄弟成立了这个抗日民间团体。这几年他们一直在上海附近活动。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抢劫了日军的运钞车。既然这样，我们找到他们就能搞清楚日本人的计划。不是说找铁血兄弟会吗？怎么跑宪兵司令部门口蹲点？那些本地小帮会虽然有着反日的热血与江湖义气，可惜组织管理混乱，贸然上门，万一我们估计错了，里面会有日本间谍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你说的似乎有些道理，可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蹲点？如果你是严谨，你会如何测试伪钞的市场流通情况？当然是让越多人使用越好，然后再观察使用后的反馈情况。那你会告诉使用者钱是假的吗？当然不会。如果要得到最佳的测试效果，当然是要隐瞒伪钞的真相。这就对了，严谨不可能突然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别人用，这一定会让人起疑，所以他一定会拿宪兵司令部作为幌子，以采购物资或者发放经费为由，将伪钞当真钱发下去，坐看反馈。老鼠终于出动了。为了大恩，在下没齿难忘，大恩不言谢。从今往后，如果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好说好说。确实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爸爸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找我吗？西西，之前运往白龙组的押款车被劫了，我怀疑这件事是本地激进的小帮会所为，我派了两个宪兵小队隐藏伏击，没想到全军覆没。照理说，那些激进的民间团体不具备这样的实力，居然能全灭两队帝国军人。从现场勘查来看，伏击队原本是很成功的，杀了大量的中国人，但是半路被两个高手所灭。高手？狙击高手。我怀疑他们是 CPA 的人。由此看来， CPA 一定已经注意到伪钞的头发了。爸爸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看住白龙组。组织上传来情报，近期一些依附于日本宪兵队的小帮会突然十分活跃，他们走街串巷，大量收购粮食、棉花等物资。上级判断，
这是岩井一石二鸟的招数，一方面利用小帮会实际测试伪钞的使用效果，一方面在趁机囤积战备物资。我们已经查到了，宪兵队和小帮会之间是由一个叫白龙组的日本帮会从中协调。上级命令必须粉碎岩井的实验计划。是。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容易吗？我入门册，就靠这个就想当我师傅啊？不，我这不是也不会吗？只能临时抱臭脚啊，呸，抱佛脚。其实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。少贫嘴了，你现在告诉我，这个茶道跟我潜入白龙组有什么关联？是这样的，经过我的调查，那个白龙组的中村组长，他来中国前就是个小混混，他能有今天都是靠他夫人家的势力，他夫人系出名门，不过因为性格的原因，最终便宜了这个叫中村的小子。性格原因？对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性格刚烈，巾帼不让须眉。他是不是特别擅长茶道？他特别仰慕中国茶文化。先到我的书房吧。嗯，爸爸叫我来询问近期收购物资的情况。严谨小姐放心，一切顺利。爸爸还要我提醒你，要注意控制尺度，不要太过高调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一点我早就考虑到了，所以这次出面收购物资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社团和帮会，但他们并非是帝国的子民，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家伙，照他们办事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，所以这您不必担心，宪兵队会提供给您足够的资金，爸爸只希望您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物资。不瞒您说，帝国迟早要对付那些宪兵，您今天收购的物资将会成为帝国战争的资源，到时候中村组长将成为帝国东亚战略的功臣。多谢岩井先生和小姐对中村的栽培。小姐，中村组长。啊，岩井小姐，这可能是佣人不小心洒的水吧。我并没有听到声音呢，再说了，这水还没有干。我的佣人都是追随我多年，完全可以信任。
中村组长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，内院种地的保密措施。嘿。露露，我就说你不该打扮成女仆潜入白龙族。你看你这身段，你这长相哪像女仆，你像一个乔装改扮半夜出家会情人的大家闺秀。少废话，我在这儿寂寞空等了那么久，你也不安慰安慰我。全哥呢？不是让他跟你一起来吗？他一会儿才到。怎么样，有什么情报？明天宪兵队会押运200万伪钞到白龙组。200万，大手笔啊。这是严井打的如意算盘，不但让白龙组替他们测试伪钞在市场的流通情况，而且还趁机囤积战略物资，必须把这笔伪钞集下。如果硬抢宪兵队保护的运钞车，肯定很困难，如果能让他们放松警惕就好办多了。你打算让全哥他们冒充宪兵？当然不是，不过确实是他们冒充日本人。我要让他们伪装成白龙组押车的人，与外面埋伏的人里应外合。你要让全哥他们假扮日本人，他们又不会说日语，肯定会捅娄子的。所以这次行动必须由你亲自负责。是大家姐的侍女。哎，露露小姐，怎么样，没被日本人看出破绽吧？当然没有。哎呀，幸亏有李恩公在旁边，当时啊，我吓得腿肚子直抽筋儿。哎，关键是，现在怎么处理啊？照我说，既然全都是害人的东西，干脆一把火全烧了。不行，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烧了岂不可惜了？这些可全都是假钱呢。我们知道是假钱，但是中村不知道。不可能吧？中村和白龙组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伪钞，以为是宪兵队给他们的活动资金。而且最近我又查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这个中村表面上对严井很恭顺，其实他的野心不小。哦，他一直利用严井的支持拉拢各方面的势力来扩充他自己。我从中村夫人那儿得知，他们之前购买的物资根本就没有交到宪兵队，他想倒卖物资从中获利。你的意思是我们拿这笔伪钞去和中村做生意？没错。哎，我们拿假钱去买东西，这个好啊。但是这个中村他会不会不卖啊？他会，因为之前的资金已经全部用来购买物资了，如今中村的摊子铺得很大，资金又不够了，所以他向宪兵队提出加运资金，可是这些钱全被我们劫来了。你们说他们会如何去找到钱？倒卖物资赚取差价，只要我们出的价钱够高，那个中村
他肯定会动心。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李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在哪里发财？只要能赚钱，什么都做。哦，不知道李先生为什么要收购我这批粮食和棉花呢？当然是为了赚钱喽，还能有什么目的啊？哎，我觉得你们日本人太不干脆了，问这么多问题。你只要告诉我你有什么货，我全部都要。全要了？对。你有那么多资金吗？我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不管你有什么货，我全要，价格比市场上高30%。这是定金，你要是同意，现在就交易；如果不同意，我就另找卖家。哎，李先生，能不能容我考虑考虑？这么小的生意都要考虑？看来你们白龙组真的是小打小闹的帮会。阿全，别浪费时间，走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的价钱我接受了。那就好了。什么时候交易？随时都可以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合作愉快。啊。嗯。你真是个笨蛋，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笨蛋！对不起，大佐，简直给帝国的军人丢脸！你马上。爸爸，为什么发这么大火？郑村那个笨蛋居然擅自倒卖战备物资，而且还中了圈套，怎么回事？嗨，西西小姐，是郑村擅自动用军火库的东西私自倒卖，而我们之前运往白龙族的200万资金也被假扮白龙族的人领走了，然后用于和郑村交易战备物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郑村的私心，我们之前收购的战备物资通通被别人买走了，而且用的是我们印制的伪钞。是的，爸爸，我觉得这幕后一定与 CPA 有关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，西西，你亲自去一趟白龙族，警告中村，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那批丢失的物资马上给我找回来，否则我就灭了他的白龙族。物资都安排妥当了吗？东西暂时都存放在兄弟会的仓库中，我已经联络了经理，准备转运物资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日本人和中村一定会追查此事，我担心兄弟会的人会遭到牵连。放心吧，我之前已经让全哥带着兄弟会的人先去避避风头。你什么时候出来？我担心日本人会怀疑到你头上。在物资转运出去之前，你们还需要我潜伏在敌人内部传递消息。我主要是担心西西，万一你被他认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对公司的行事风格太了解了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严井小姐，我也就无非想光大白龙组。够了，我这次来并不是想听你什么解释的。父亲大人说了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限你一周之内务必找到丢失的物资，否则的话，你们白龙组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一周？啊，还请严井小姐多宽限几天。现在连欺骗我们的是谁都不清楚。这你就没必要担心了。其实父亲大人也没有想逼死你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协助你的。啊，多谢严井小姐。如果小姐能帮白龙组渡过这次难关，白龙族是永远记住小姐的恩情的。
我可以给你提供个线索。根据特高课调查，抢劫第一批运钞车的是一个名为铁血兄弟会的激进民间团体。小姐以为是他们干的？这就需要靠您去验证。我们查出他们在法租界有一处仓库，可是事情都涉及到租界问题，我们宪兵队也无能为力了。严谨小姐请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你，你们白龙族最近招过什么外人吗？外人？白龙族只招日本人，即使扩充也不会招收本地的中国人。那你们内院的佣人呢？也都是日本人？啊，内院都是追随我多年的。哦，对了，内院确实来了个新人。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是一个烹茶高手，是我夫人无意中收留的。是个女人？小姐怎么知道？而且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难道怀疑她？我并没有什么怀疑，记得上次来内院时曾闻到的茶香，想必就是出自这位高人之手吧。阿玲确实是一个烹茶高手。啊，对了，小姐，我能否给您引荐一下？这样啊，也好啊，高手之间可是难得一见的。小姐，请。姐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？你刚才就已经发现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揭穿我的身份？那是因为露露姐太厉害了，而且需要我亲自来了解。西西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？哼，执迷不悟的是你吧。我们的仇人是 CPA。 我不能看着你沦为日本人的杀人工具。那我更不能让你成为我复仇路上的阻碍。他身上没有带枪，一定会有隧道，这样他的弱点还在腹部。带着白龙组的人正赶往兄弟会在租界里的仓库。什么？货物还没运出去？事不宜迟，我们必须拖住中村，为转运争取时间。西西，你记住，这次去是为了夺回物资，至于白龙族和这些中饱私囊的帝国蛀虫，就和那些反抗帝国的中国人一起埋葬吧。嗨，李副经理。哎，珊珊，露露呢？她伤得怎么样？露露姐没什么大碍，不过她……她人呢？露露姐为转运物资争取时间，她去阻击中村了。那经理呢？经理去法租界的巡捕房寻求支援了。李副经理，露露姐临走的时候说了，让你千万别去找她，一定留下来指挥转运物资，否则这次去毫无意义了。现在物资转运了多少？还不到一半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所有人抓紧转运物资，快！是，啊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走。
白龙族被摧毁，所有有关宪兵队的线索都被特高科调查过，想必应该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身上。很好。伪钞市场投放实验情况怎么样了？现新版伪钞除了在手感上还有细微差别外，很难被分辨。专用纸张什么时候能生产？现东京方面已经证明，他们将通过海路把专用纸张运抵上海。铁皇收成活动准备怎么样了？是关于下月的天皇亲善活动，特使会藏在亲善团中，想必应该不会有人怀疑我们。这些该死的官僚。了解金钱豹计划的前期准备已经完成，关键时刻居然让这么一个家伙来拖我们的后腿，真是太可恶了。特使大人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想必我们以后还需要他。哼，这些养尊处优的所谓精英只适合蹲在东京。这里是前线，即便是战争没有爆发，危机也是无处不在。喂，注意亲善团的安全保障，但也不要做得太过，招来不必要的关注与麻烦就不好了。嗨，李克明告诉我，你经常出现在教堂附近，你果然在这里。这是谁的墓？为什么没有墓志铭和名字？是我亲生父母的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去世了。那你？我是由神父抚养长大的，这些我的档案材料里都有。其实这个墓里除了我的亲生父母之外，还葬着两个人。那是什么人？我父母的至交好友，也就是西西的亲生父母。什么？西西的父母也葬在这里？对，我跟西西从小就认识了。难怪你让我延迟遣返出监令。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寻找他，没想到他就在我身边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当年他被抓走后竟然被日本人训练洗脑，成了日本人的杀人工具。有个问题想请你告诉我，你父母和西西的父母是怎么死的？他们都是被日本人杀死的。经理，你来找我不是来听我缅怀身世的吧？是不是还有其他事？先给我回公司，回去我再跟你说。金钱豹的前期准备已经顺利完成，你的任务也完成得非常出色。西西啊，我们只等着特使前来主持后面的金融绞杀战了。有特使要来上海，是来接替爸爸的工作？是这样的。这对你太不公平了，爸爸，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和牺牲，现在他们却要把您的果实全拿走。其实我们都是大本营的棋子，不过帝国的圣战就是依靠无数这样的棋子才能完成最终胜利的布局。爸爸不是棋子，我不允许他们这么对您。4月29日是日本天皇寿辰，届时上海虹口日侨区将会展开盛大的庆典，东京会派出一支亲善特使团
亲自到上海虹口的日侨区参加盛典。这个特使团有问题。没错，他们是为了庆祝金钱豹计划的顺利开展专程来上海视察的。根据可靠消息，日本天皇为了表示对金钱豹计划的重视，亲自派他的亲信做特使出席这次盛宴。看来我们的任务是杀死裕仁的亲信，粉碎日本人的嚣张气焰。特使要是死了，岩井的麻烦就大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。关于这个人的情况，日本人把消息封锁得非常严，我们也一无所知。唯一知道的情况就是他就混在亲善团当中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麻烦您看一下这边。请看这里。好，您请看这里。好，好，这里，请等一下。谢谢，等一下。谢谢。我觉得不是这个。你看那一张，就那张，就这一张。你看啊，我觉得这个人就挺像的。哎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人是铁，饭是钢。来，露露小姐。回来这么久了还没吃饭呢吧？等一下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老半斋的鲍鱼面吧。狗鼻子，盖儿都没开就知道是什么。经理太棒了。哎呀，来吧露露，赶紧趁热吃吧，要不然待会儿面就坨了。谢谢经理。记住了，以后和我别客气。经理啊，我不跟你客气，我希望下次你请我吃牛排吧。没问题，庆功宴的时候你们想点什么都没问题。庆功宴恐怕遥遥无期了。怎么出什么问题了？没问题，只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没问题没问题，我可没给你们任何压力。可是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压力了，是不是露露姐姐？成事在人，谋事在天。你们放心，李经理就是你们坚强的后盾。经理，这个亲善大使的消息你是怎么走漏出来的呢？好像是因为日本人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。权力斗争？应该是日本国内贵族保守派和激进少壮派的派别斗争吧。不错，听闻这个裕仁的亲信本来是坐镇东京把握全局的，他来上海是为了要争功。